飞碟网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今天民国一百一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一号，礼拜一，好，那星期一的时间七点钟的时段早餐读书会的单元，好，那长时间在飞碟联播网飞碟早餐。从我开始做飞碟早餐到现在，那每个星期一的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我都会我都会呃谈书，但其他的单元当中的书是是是陪衬的，好，但这个单元里面呢，我会挑一些。 呃，我坦白讲，就是我觉得需要一点阅读门槛，需要一点知识准备的书。我总觉得这个单元里面，希望你阅读完了之后呢，就是说知识的收获，那个收获感、获得感呢，会比较强烈一点。所以大概都不会是太轻松的书。好，那书当五花八门，但今天呢，我们挑如果是重量级的出版品呢，我当然都会优先的排进来。那这本书呢，已经等了好一阵子了。这本书呢，是天下文化出版中文版了。天下文化出版就是原件杂志的系统。 呃，天下文化、啊、也是我出社会之后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远见杂志。大家都有我在中国时报，不在中国时报之前，我在远见杂志呢待过半年啊。那为什么只待半年呢？因为后来丁守中就选举了，我就去助选去了。好，之后呢，就反正就一直到现在。好，那这本书呢，天下文化出版，作者陆克文。陆克文，你只要这几年的时间，稍微有在关注国际新闻。 稍微有在关注中美关系，稍微有在关注亚洲政治。陆克文三个字听起来呢，就就就就是个就就这、是、个就是个中国人的名字。不过呢，他是澳洲前总理。那但是澳洲前总理里面来讲呢，这个陆克文可能是一现在被认为是西方澳洲的，就是说中国通之一。 那现在他还有一个身份呢，是美国的亚洲关系协会的执行长吧，对不对？会长会会会长，他叫会会会会长。好，那亚亚洲关系协会的会长，也就不久之前呢，呃，中国的外长王毅呢，在在联合国大会期间呢，到到纽约，那去参加联合国大会的时候呢，他拨了个空，到亚洲关系学学会呢去演讲。那那个演讲说，陆克文呢就坐在底下。好，陆克文的这本书《可避免的战争》。 他直接碰触到的呢，就是呃，当下呢，全球都高度关注，只要这两个国家有任何的风吹草动，地球上面任何一个角落都会投以关注的眼光。他就告诉你说，G two 的时代到了。那中国跟跟跟美国这两个国家的任何的互动都会一起关注，包括最近的习拜会，两个人终于正式的第三类接触 face to face contact。 那当你说过去没有见过面，有有人说啊，二零一七年他们在达沃斯论坛见面，可是你要知道那个时候达沃斯论坛见面的时候，拜登啥也不是，不是不是啊，既不是副总统。 也不是总统的总统，连参议院什么都不是，所以那个阳春的就不算。那我说呢，实质上面来讲，他们就像拜登最近选举期间讲的，反反复复讲，讲了十几次的，讲到的呢都是十年前他跟他跟习习近平呢如何共处了很长的时间。好，但是从过去两个老相识，不是老相好，老相识讲起来都有感情的。可是现在当两个人呢，贵为中美两个呢 super power。 的领导人的时候，两个人见面的时候呢，即使不是剑拔弩张，但是那个气氛呢，都是呢进到了一个所谓的冲突处理模式，都是如何意识冲突，而且要如何避免冲突。好，那陆克文的这本书呢，是最近呢引起高度关注的书啊。毕竟以今天西方呢，呃，即使不是首屈一指，但是认为呢是西方呃对中国很很了解的人之一。你想他。 他他其实跟北京的关系，他、欸、女儿也也也嫁到嫁到北北京嘛，对对不对？因为我知道跟那边关系很近。对对对对对，他的他他他其实呢，也有也呃，加强中文呢，中文的阅读能能力呢，其实也不错的，所以他基本上是可以直接做一些。 中文表表达也能够直接呢去阅读中文的材料。好，那这本书《可避免的战争》啊，今天呢终于来排进了非碟早早餐。那今天为大家导读这本书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这态度真真真长。<laughs> 好，那、呃、外交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黄奎博，奎博欢迎。哎，主持人小龙兄，各位听众，大家早安。 好，但我对这本书期待了，对黄黄奎波也很也很期待，因为因为因为在在我们平常的工作的场域里面来讲，我当然我当然会注意一些一些国际议题的谈论的一些台湾的。 不是名嘴，那特别是一些的学院派的一些的一些你们做专业研究的人，那奎博呢，最最近的几年的时间呢，曝光率很高，表示大家呢非常的倚重你。好，那以后呢，当然呢欢迎欢迎呢，就是说，因为我我关注国际议题的时间很多、哦，所以呢，以后跟奎博聊的时间大家很多。来，我们先先看这本书好了。第一个，呃、我们先介绍一下陆克文，就陆克文今天为什么陆克文写的东西，今天的东西方呢都会特别关注。 陆克文啊，他刚刚就像主持人讲的，他确实是西方的中国通，而且他中国通不是出生于学术或者是智库，他是政治人物。他的中文在哪里学的呢？在和平东路，在台湾台师大，在台湾华语文中心。华语文中心，对他学了好像一年的中文。所以他的中文不只是在那个时候，其实他一直在精进中。我跟他的 email 交换，他是用简体字的。 但是呢，对，所以我们师大的这个正体字已经被他忘记了。对，我现在现在老实讲了，就是说外外国人在学中文的时候，真的都是用简体字了。对对对，然后他的这个呃，看起来我不太觉得那都是所谓的 Google 翻译啊，嗯，应该是有不少是他自己写的。OK，我当然不敢讲全部都是了，所以他的中文是很不错的啊。他最近在这个。 天下的一个论坛里面接受访问的时，对视讯，对，對然后他中间有一段，嗯、他就直接用中文回答了问题。嗯，你可以看看世界上担任过总理，嗯、我们不要那么那么挑，担任过部长级以上的重要国家的官员，嗯嗯、哪一个可以用中文这样子回答？嗯，所以他的这个他经营在这些中文圈或者是中国对外关系等等，这、嗯、很久很久，所以他这个中国通的。 的这个优点就在于说，他不是只有在学术上的训练，嗯，他实物的经验很丰富，所以他的视角，呃，当然我不是说他跟学者专家完全不一样，但他的视角呢，会有他很大的实用性，嗯，因为他从他个人过去跟美国的领导人、跟中国大陆领导人打交道的经验，得出了他今天的一个结论，就是可避免的战争，嗯，但这个可避免的战争意思。 不是说不会打仗，而是说我们努力努力啊，嗯、这个美中之间的武装冲突或许可以避免。嗯，所以你如果要问我说陆克文到底对所谓这个我们之前讲哈佛大学有个艾里森教授不是讲，嗯嗯、对说美中这个强权之间对修昔底德陷阱到底会不会打起来？对历史上啊。 呃，超级强权跟排行老二的常常会吵架，嗯、大部分都用战争收场、呃。对，但是那个都是在没有核武的时代的统计，没错。好，那陆克文，如果你要我把它贴个标签的话，我会觉得它是中间偏一点点悲观，嗯。 也就是说，如果你管控不好，<coughs> 嗯，完了。这书书名的意思就应该倒过来解读，所谓可避免的战争，就是说，如果大家不努力，结果就会是战争。没错，对意思是、这个、对因为我我审定这本书，嗯、所谓审定不是我改他的东西，而是说我是我是看他的中文译文有没有一些这个专业名词有差异的地方。嗯嗯、我看完这本书啊，呃，我那时候有一个想法突然浮现在我心里面，嗯，就是陆克文他是要求美国跟中国大陆有一个、嗯。嗯 管控的战略冲突，嗯嗯、大家要讲好你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嗯、我的核心利益是什么，嗯、还有呢，正好是最近，嗯，拜喜会里面很流行的两个字，嗯，红线。紅線 对，你要讲清楚你红线是什么，嗯、我的是什么，大家不要不小心踩到对方的红线，嗯、避免误解了。对对，故意踩的另当别别论，就是你的红线，我如果不，我如果就不当回事，嗯、我就是就是冲突，那那是另外一回事。<对>但是，最少要避免误解，没<错>不小心误触红线，没错，也就是消除，嗯、尽量消除那些不信任的因子、嗯、啊。那再来呢，大家就必须要透过沟通对话，嗯啊。 我们又是一个最近常听到的字，叫做中美之间的护栏、嗯。嗯，护栏嗯，沟通对话，然后大家把这个事情呢，嗯、这个先理清楚。嗯，好，我看完这些东西啊，我刚我刚刚讲，我心里浮现个什么想法呢？哦、嗯，如果陆克文是我们台湾人的话，嗯、他大概已经被贴上一个投降主义者、嗯、<laughs> 失败主义者。<laughs> 好，因为这个人，当然，因为我们我们在关关注国际事务啊。 啊，那对他会有一些的认识了。嗯，那、呃、他在担任总理的那个那段的时间，可能也是中澳国关系啊，在工党的背景，实际上现在呢，二二二八年四回来了，你可以感觉到，呃，澳洲呢，工党在的时候跟跟自由党在的时候还是不太一样。对，好，但是但是不管怎么讲，在当时，我认为整个的西方国家，包括澳洲、纽西兰，对中国没有这现在这种戒心。嗯哼，呃。 陆克文当然特别中的特别，就是说他对于他对中国不是一种单纯的政治上面的关心或者说好奇，而是他我认为他有这种在文化上面的亲近跟喜欢，嗯，他是喜欢中华文化的，对，所以他的他的这种的所谓的 China Hand 是带着某种的情感跟善意的，这个对于今天中方对他的信任也很重要。 当然，你说是不是一定密里调油也也也不会，总还是有自己的立场跟利益。可是中方如果说要挑一个今天可以对话的对象的时候呢，陆陆克文大概呢是可以排得进来的。好，这本呢《可避免的战争呢》呢是最最近呢呃被讨论的很很多的很多的书。那这个繁体中文版天下文化出版，刚刚呃这个黄奎博也提到了，除了天下呢之前已经呃在《远远见》杂志之前呢已经已经在《远见》杂志里面呢做了书。 出灾之后也办了视讯，那跟马英九嘛，对不对？对跟马英九总统的对话，那那个那个视讯呢？对话呢？我想媒体报道也很多了。我们进到广告，回头之后呢，我们回到回到这本书里面，陆克文的观点是什么？进广告，回头继续跟黄贵博聊。那飞碟莫非飞碟早餐，我是梁建龙，来今天来介绍一本呢，很很很重要的重量级的书。那说重量级呢，是因为这个时候这个议题呢正夯啊。那呃，中美之间的冲突。 呃，从拜登、习近平这两个人带着一点点传奇色彩，因为因为拜登在最近美国其中选举的时候呢，已经讲了十几次了，而且那些数字大家都倒背如如流。纽约时报呢，都把它呢几乎是用列表方式记下来，他讲过十三次，最近就讲了十三次，说他跟习近平很熟，他们走过一万七千英里的路，换算成呢就是说呢公里大概两两万七千公里，然后呢他们之间对话的时间呢，拜登说。 他们两个人呢，对话的时间大概有七十三小时。拜登是用数字化的方式说呢，他认识这个人，好，那的、呃、这个人呢是认识非常久的，因为有有这些呢故事性的背景。但是中美之间呢，却是在一个走向冲突的过程。那呃，你要说他是新冷战，或者或者或者是什么样的，都都都 OK 了。总而言之，中美关系现在不好，所以中美两国的领导人见面很稀罕。 为什么最近引起话题，就是因为中美关系不好。好，那陆克文的这本这本书呢，《可避免的战争》，我们说从他的书名就可以听得出来，可避免的战争就是如果没有一些深度的理解、跟克制跟、跟跟认识、跟努力，战争是会发生的。那这本呢，这本书的副标题《美国与习近平治理下的中中国》。来，我们来，我们来继继续呢来来看呢，就是说呢，陆克文他毕竟是澳洲总理啊。 那一个澳洲澳洲总理呢，毕竟是五眼联联盟之一嘛。那美国的美国的 Court，美国的 o c u s 里面都都有澳洲。嗯、<哼>所以从中国的角度来讲，也不会把一个澳洲当做是当做是会是跟中国多亲近多多友好的对象。中国大概不会浪漫到这样的地步。可是陆克文所代表的澳洲的总理的视角去看中美关系的时候，有什么特别的地方？他其实看这个。 美中两国两边的关系很、嗯、很明显，就是说，呃，就是中国人过去的想法了，嗯、以和为贵，嗯啊，但而且呢，我刚刚前面一段说，他很务实的去看待，因为他也知道，你跟美国说，嗯、哎呀，你就不要管北京那样子的一个势头嘛，嗯、你就做你的嘛，美国也不会同意，嗯，然后呢，你道北京说，你要用正向去看华盛顿，嗯。 北京大概也不会这样看，嗯，所以陆克文他从这个所谓南半球的视角往上看，嗯，他就看到了两大巨头有这样很浓厚的战略保护性、嗯。他他整本书里面其实写了很多，他他这本书呃总共这个快五百页啊，但是里面花了我估计大概有七成左右，七成八成篇幅在谈说为什么。 从习，特别从习近平，嗯，他画了这个十个同心圆，嗯，从最核心的当然就是维护政权，嗯，然后次核心就是国家统一，嗯，再下来是经济的实力，嗯啊，一路画到什么跟周边关系等等的。嗯、他当然这是陆克文自己的排序哦，他从这十个同心圆告诉大家说，为什么中国大陆有他对美国的顾虑，嗯，有他对西方的顾虑。 那陆克文在这十个同心圆员里面没有说他都同意中国大陆这样的做法，嗯、可是呢，他很明确的点出来，那这个我们如果用英文讲，就 put yourself in other shoes，、嗯、把你就是将心比心，嗯，你要去想想看别人为什么会这样子反应，嗯，那我我觉得陆克文他这个视角就是很大一部分，他试着去解释北京观点。 嗯、他不是赞同，他是解释北京观点。他希望读他这本书的人啊，了解为什么中国大陆他会有这样子，从习近平时代开始比较有所谓的扩张主义或扩张式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嗯、那这十个同心圆，他解释完之后呢，呃，我觉得他也很负责任的，就是他他不是只有把问题抛出来或者现象点出来。嗯 他试着去提出一个，我刚刚在前面那一节讲过，我们台湾有些认为会是这个投降主义的啊，或者是理想主义的一个想法，就是可管控的或者管控下的战略竞争。那这一个说法呢，其实在美国的政策界并不是很稀有，嗯，但是在一个我刚刚讲过，他是一个政治人物，政治人物的这个角度来看这件事，特别是敢这样讲，特别是。 呃，可能已经干贸大不会啊，在华盛顿特区里面不是一个主流意见了。嗯，因为现在华盛顿那边大大家都知道了，共和民主两党的主流意见就是要遏制中国大陆的成长跟崛起。嗯、所以陆克文敢这样子写出来啊，我觉得当然他有自己的自信，嗯、但是我觉得另外一方面他也希望提出一些警告，希望特别是在美国的这些政治人物，嗯。 不要一直用所谓这个呃冲突的看法去处理未来跟中国大陆的关系。其实，呃，他觉得说竞争是很正常的事情。像他在里面提到了说，呃，美国跟中国大陆、啊、当然竞争是难免的，而且呢，你们应该要强化你们的科技、经济、军事等等等等的实力。嗯，但这些实力不是拿来打架用的，这些实力是来。 呃，我我这是我的话，就有点像个孔雀开屏一样，嗯，让别人觉得说，哎呀，你这个国家好厉害啊，嗯，跟你打交道是我的荣幸，嗯，或者学习你的模式是我应该做的事，也或换句话说，就常常讲的软实力了，啊，他希望说，美国跟中国大陆把这些几乎快要剑拔弩张的这些竞争的方向转移到强化自己的科技、经济、军事等等的实力，嗯，然后大家来比谁的制度好。嗯 谁的软实力够？那未来那个当老大的，大家都觉得理所当然。嗯、他觉得说做到这一点的话，呃，当然所谓的这个战略冲突、战略竞争就可以受到管控。嗯、所以你说他是不是理想主义呢？当然你可以给他贴标签啊，但是我觉得说现在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紧张到这样子，那有其他人有没有更好的解放？嗯、除了打仗之外？ 除了打仗之外，那陆克文的解方我不敢说是最好但是他真的很详细的提出来了，怎么样去管控这些呃战略上的分歧。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一开始我们前面也讲过，他一开始就说大家先把核心利益讲清楚。第二个呢，他就开始说我们要把红线提出来。你你看看这一次的这个 G 二零 G twenty 的这个拜习会里面，其实拜登跟习近平，我个人的解读啊。 都有把那个红线隐隐约约的讲出来，嗯，当然他们不会讲的那么的清楚明白。说，我跟你讲，我画的这个圈圈就是我的红线，你绝对不能碰到，碰到我就会怎么样。因为如果真的讲到白成这样子的话，那那等于也把自己的手脚都绑住了嘛。不是不是不是绑住，就是把你自己未来的选择都绑住了、嗯。当然习，习习近平在口语上面来讲是清楚的讲到，就是说台湾问题是中美之间第一条。 绝对不给逾越的红线。对。 他他讲是这样讲的，但是但是什么叫做不可逾越的红线？<沒錯 S 2> 因为台湾问题仍然是一个很很笼统的概念啊。就是是台湾发生了什么事，或者台湾做了什么，或者呢警告美国不可以对台湾做什么，并没有讲的这么白。所以我们听到了就是说，好，就是说中美两两国呢，现在呢最最在乎、最计较的，那可能是台是台湾的问题。可是到底台湾的什么问题，或者台湾的什么什什么样的状况发生了之后，有可能？ 会触动到中美两强之间的直接的对抗，这个呢是还没有到到那么白的，后续一定还有很多战略的沟沟通。但是刚刚就像的奎博讲的，就是说现在中美之间的战略猜忌啊，它它确实是有一个一个修修昔底德陷阱的必然的逻辑，就是一个一个次强权的崛起的过程当中，就像是在。 在就是说呢，这种野野外环境里面的动物的兽兽、呃、群一样，就是说呢，狮王的挑挑战者出现，不会有一只狮子永远称王的。总而言之，就当当你慢慢的老了，那有另外一只的狮子壮大了之后，它一定会挑战你。那这个是呢，生物的本能。但是我们回头看陆克文的这种的对西方的呼吁，就是说对中国应该有一个有一个所谓的所谓中国观点的理解。 的这种的呼吁，西方听得进去吗？或者美国听得进去吗？会有用吗？我，你你知道这个他这本书中文五百页吗？嗯、你觉得这些美国国会议员呢、啊，嗯、这个上层的决策者会好好看吗？当然不，会，当然不会。所以只能说他的这个说法，我觉得主要是针对这些政策讨论圈呢，嗯、还有一些学者、专、啊、家，嗯、对或者一些业余的这个爱好者。嗯，嗯他把这个概念，至少他。 很认真、有系统的把它带出来，嗯，然后带出来之后呢，当然希望啦，美国上面的这些最高领导人也可以这样去思考。可是他其实书里面有好几个地方他自己都会讲，或许有些人觉得我的想法太理想，嗯，也就是说他知道啦，因为所像美国有句话说 “all politics is local”，所有政治都是国内啦，都是国内政治，所以为什么川普要给中国大陆加上这些贸易关税？嗯。 国内政治，当然是啊，當然是几乎我连、哎、我们自己台湾也是啊，当然是我们有内部的政治考虑，第一嘛，嗯，嗯所以我，我我觉得说这个，呃，陆克文他这样的做法，呃，不要说他是堂吉诃德、啊，<laughs> 但是他确实是在逆风，在操作这些事情，嗯，嗯那短期内这一两年，或许你会觉得他是在华盛顿的少数，嗯，可是你怎么知道三年、五年、十年之后，你再回过头来看？嗯 陆克文当时讲的，说不定就被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开始在操作了。嗯，嗯因为你看嘛，在讲红线，大家已经隐隐约约把那个红线带到，但是不讲那么清楚，嗯嗯、因为自己要留一些犹疑的这个这个操作的空间嘛、哦。啊，红线讲完之后呢，再来就是大家哪些地方是瞧不拢的，嗯，一定会有些战略竞争，嗯啊。嗯哦 那战略竞争呢？大家当然希望要避免，但是陆克文没有在这方面琢磨太多，因为这个就是实打实的，我就是跟你呛到底了嘛，嗯，没有办法妥协。譬如说台湾所谓所谓的台湾问题，嗯，再来譬如说双方的政治制度、生活方式，你的西方资本主义，陆克文把中国大陆叫做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威权资本主义，陆克文这样叫他。 那中国大陆应该不会觉得自己资本主义了，啊！但不管怎么样，生活制度、意识形态、政治制度等等，这陆克文说这些都没有办法搞定的。嗯，好，但是红线，然后战略竞争的这些领域，大家搞清楚之外呢，陆克文也特别强调，可是你们还是要找出合作的地方啊。嗯，你看，像这一次的，就就上周的拜习会好了，呃，谈到了像气候变迁的合作。 粮食安全的合作，嗯，还有包括一些呃国际犯罪吧，啊，相关这些合作，嗯、这些就是陆克文在书里面也正好提到了，没错<錯>，他认为说你们都可以讲啊，甚至他还提到了一些啊、哦，包括像这个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嗯，还有协调自自然灾害应对机制，嗯，啊，像还有包括人道主义的这个援助，嗯，他说你们两边都可以合作啊，嗯，那这个其实也就是。 我们在这个美国跟大陆互动时候，常常看到拜登也讲嘛，该合作，我们一定会合作、嗯。好，因为啊，这次的这次的习拜会，台湾问问问题虽然被标定为红线，但是还没有那个急急迫感，因为我认为中美双方对于自己主观上面所认知的那个台湾问题的引爆，自己还没有准备好。 还没有准备好什么，就是我我认为对中方来讲，是他的军军事力量其实还没有让他这么有把握，虽然已经强大很多了，有有地缘上的优势，但是如果要发动一场战争，要付出多少代价，我认为他没有准备好。那对美国来来讲呢，我我觉得他也还没有准备好，因为他需要一些时间去掏空台湾。 <laughs> 就是他还没有掏完，就是那掏空台湾。就然他最近开开始，他现在做的事情就是争取时间掏空台台湾对我的认认知上面来讲，那台湾问题对大陆来讲，他要的是台湾岛，但对美国来讲，他要的是台积电。今天如果说台积电台湾的科技实力他掏的差不多了。 我认为台湾对于他还要不要为台湾去跟北京呢冒一个很大的风险？我认为那个条件呢就会越越来越淡薄。好，那现在在我们在谈的竞争竞竞争，我想任何现代人大概都会觉得竞争很正常啊。但是竞争不管是个人或者怎么样，它有健康有不健康的。 如果健康的竞竞争是大家有意识、有规则的竞争、啊，那 OK。但是如果是带着敌意的那种的那种呢会会有很多的小小动作的，而且就是我一定要把你打打爆。如果零和的竞争。 也是竞争，竞争，但是今天的中美之间比较让他担心的就是许多的竞争领域里面都出现了零和的特质，它不健康。进广告，回头再继续跟回博聊。好，飞碟魔方飞碟早餐，我是谭家龙，来继续呢，透过在这在这本书，好，那请这个呃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主，其实他他就是正大的,外交,的外交系外交系的，我我们在院下面的另外一个小单位。嗯，OK，对,对对。 好，这反正他就是，他就是正拿外交系毕业外交系的老师，对，<對 S 1> 就是外外交系，然后外外交所的老师。好，那黄奎博呢，在我们的现场，当我们呃常常常常会有会有机会呢看到看到奎博的评论。好来，我们再看的这本书《可避免的战争》。那好，那要如何去避免？今天陆克文，我刚刚讲了，今天可能中方更希望陆克文能够扮演润滑剂的角色呢，超过西方。 我我我认为今天中方看重陆克文的程度，可能超过西方看看重陆克文的程度。但是不管怎么样，陆克文在谈所谓可避免战争的时候的那个方法论，有可能避免吗？他其实陆克文他的这个整本书里面，我刚刚前面也提过，嗯、他其实常也知道了，嗯、他这个不能说曲高和寡，而是说太理想主义，对，或者跟目前在华盛顿大家在考虑的就是，我就是不要让北京超越我，没错。 对不对？那陆克文也知道了，陆克文自己在政坛打滚那么久，嗯、可是我觉得他就从一个呃，对于美中关系非常关心的一个政治实务工作者，嗯、他提出了很多系统性的分析，嗯、他他把那个未来的这个避免战争的路径图画给大家看，那、嗯、这个路径图不一定北京会接受。 华盛顿可能更不接受，嗯，但陆克文我觉得他先把这个图画下来，未来我们看看，如果双方的冲突开始降低的时候，是不是朝这样走，嗯，而且像刚才香龙兄提到的，我会觉得对北京应该是比较喜欢陆克文这样的一个说法，嗯，因为北京说实在了，在跟美国的竞争里面还是比较屈居劣势，嗯，而且北京也希望一个和缓的美中关系，嗯，让北京赶快发展。 那陆克文他的提法其实相对是符合北京的想法，嗯，而且我们再讲一个比较共产主义的说法，就是这就是统战啊。陆、嗯、克文的看法跟我比较接近，我当然要拉拢陆克文了、啊。从、嗯、北京的角度来讲，嗯、好，但是言归正传，是就是在今天西方的体系里面。嗯 还能够发出陆克文这种声音的人不多了。对，尤其像他这个真的是有头有脸的、嗯，对，不多讲得出来的。今天每个人在你要在西方的西方的言论市场里面要得到青睐，反中是最最简单的，就谁要谁好<對>唱一个不不反中的调子呢？没错，没错。所以陆克文他说，怎么样避免这些冲突和战争呢、啊？除了刚刚讲的核心利益讲清楚，红线画清楚，然后战略竞争的这个领域不要让它扩扩大。 然后呢，我们要找出很多战略合作的领域，大家把这个氛围搞好。嗯，除了这之外呢，他还提到了，就是说，嗯、呃，有一些这个呃双双方的这个联系沟通的管道，他其实意思就是说，包括你比如说国安顾问的层级、外交部长的层级、嗯、财政部长、国防部长等等的。 甚至情报首长，嗯、有时候我们看不到，但不表示他們没有见面。嗯、没错，嗯，好像这些东西呢，就是我们刚刚在前面讲的护栏，美中关系的护栏。嗯、每一个工作，我们把它讲成是高层工作阶层好了的这个相互的沟通管道，嗯、如果都存在的话，陆克文说，这样的一种外交机制或外交机器呢，也可以帮助管控战略竞争。嗯、那这个是不是发生了？有啊，嗯，你看。 川普时代，我们刚刚讲那些各个层级的互动其实是有的、欸，甚至包括了呃军方在操作层级啊，部队跟部队之间的也有，只是最近因为佩洛西访问台湾之后，对取消，但取消没有人说不能恢复啊，这些都是一念之间的事情，嗯，甚至有些事情呢，他恢复会不先跟大家讲，因为怕这个讯息量太大、啊。 或者让一些人来不及转弯，可能会太多的批评，所以我们常常就是说，他们会慢慢的在安排美国跟中国大陆气氛缓和的这个铺陈，嗯，然后呢，到时候觉得形势差不多了，我再告诉你，其实啊，两军之间，嗯，他们的这个譬如说这个哪边的这个司令的这个会谈已经也开始了，嗯，我觉得这是很有可能，我们只是后知后觉，是啊，所以我觉得陆克文他这样的一个设计有它的合理性，当然我说这个。 目前在华盛顿的政治氛围是少数，嗯，但是未来三五年，你永远不知道他不知道他會,不会变成一个一个主流的想法，甚至、嗯、已经被被操作的想法。而且呢，他也还提到了说，他这个管控的战略竞争这样的一个做法啊，他还很负责，他真的很像我们学者，嗯，他试着去提出怎么样评估他是成功的。嗯，我们有时候在外交上面不太敢这样做。 包括那时候我借调外交部的时候，担任研究设计委员会主委，结果有监察员问我们说：“请问你活路外交怎么样才算成功？嗯，是不是要四年不断交？嗯，他就叫外交部要画押嗯，那外交部当然后来这个我们把这个事情跟监察院交代了，但这个其实是我们在做外交评估不太愿意做的，因为太多的变数你掌握不了的，嗯、特别是我们自己中华民国的外交。好，陆克文就说成功指标啊，其中一个就是。 台海了，他第一个第一句话提到就台海，没错。但他也不是说永远不发生冲突。他说，如果呢，我刚前面讲这些管控的战略竞争这样的一个做法，中美双方都开始慢慢在尝试了。那成功指标之一呢，大概就在二零三零年前。他没有讲为什么，他说二零三零年前，如果台海没有爆发重要的军事冲突和危机，那我这个做法。 大概就可以算成功了。二零三零年，对，他是画在二零三零年的时候。我们现在，我们我们现在对对自己自己的未来都看好短哈，都、嗯、都都没有办法去期待一个一个更长远的稳定、和平、幸幸福。我们现在都只能够能够看个三年五年，觉得有人告诉你说五年之内不会发生战争，他就好像很很心安。对，大家就会觉得好、啊，今年今年不会有事，好、啊，那那今年就就就很棒。就我们我们现在基本大部分就是在。 连摸着石头过河都谈不上，明明知道台海现在台湾问题已经在深深水区里头，可是我们没有任何的动作。陆克文的陆克文现在讲的是，你就中美之间呢，应该有护栏，应该有红线，应该有多多层次多元的对话沟通管道，那避免误误解，保持某种的透明透明度。可是两岸之间没有。嗯 两两个真相完全没有，完全没变化，通通都都没有，这个是最可怕的部分，啊、呃，尤其这一次的洗拜会之后，我我常常讲就是说，中国画红线，美国也画红线，你知道在，在在最最近，我们如果会看到两条红红线，大概就只有一个地方，就是你在快快筛的时候，<laughs> 你确诊了。 台湾现在呢，其实呢，就就是在这种的中美的权力框架里面呢，长期处在一个两条红线确诊的状态。但是台湾怎么办呢？台湾，台湾现在看起来根本就不知道怎么办。这次的习习拜会啊，其实台湾方面我真的觉得太低估了，而且官方的反应啊太负面了。我觉得这次习拜会对台湾的未来冲击是非常大的，千万不要低估这件事情。好，这本书呢可避免的战争，那、呃、天价文化出版。 作者呢？陆克文，美国与习近平治理之下的中国。好书呢，大家可以自己自找来看。这是呢，最近呢，在关注呢国际事务、关注两岸问题，都应该要看的一本书。好，那感谢呢，今天他是既是这個的这本书的审审定啊，那同时也为大家导读这一本书的国立政治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外交政策研究中心的主任，第一次呢来到《沸点早餐》的现场，黄桂波，感谢，谢谢。那么进广告，广告回来做新闻。